后脖子痛，后脖子痛，我看到一个沸点，看上去很重的感觉啊，感觉看上去很重，黑乎乎的，沸点的上面，很厚很厚的黑的啊，但他那里没动，原地没动，没有过来，没有过来啊，只是我在这边，仰着头啊，远看近看，远看近看，就相当于我把这个，交界调远调近，调远调近，调远调近的时候，就脖子往后仰吧，相当于啊，往后仰的时候就引起了脖子的痛，但实际的情况看起来好像就没有，那个肺里暂时在那边没有动啊，没有动，在原地不动啊，在原地不动，这个肺里呢，原来的情况之下呢，它是要去黄海那边处理的啊，但是现在呢，它没有直接到黄海那边，在原来的地方是在观测啊，在观测着。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在观察着，好像那个，这么看来就是，黄海那边暂时没有什么大事情，这个肺里还是前伏五张，前伏五张的，在戒备着，在等待着，现在的状况是这样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